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网页设计，我是陈航老师、呃。我们在上个讲次之后，在上个讲次呢，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有关于网页的一些呃基本的一些概念，就是说我们在产生一个网页用导览整个结构的概念。那我们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针对某一个网页啊，我们要进去去设计。 那早期呢，我们在使用这个网页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个 HTML 的语法。那现在其实不用了啊，现在我们整个在设计网页上面，呃，你只要会用 Word，呃，做编辑的话，其实网页的部分呢，呃，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好，首先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的这个单元的目标。好，我们今天呢提到了，呃，第一个是说怎么去了解网页上面的三种的检视模式。那这三种包括了设计分割跟程式码。 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呃，去熟悉呃整个的文字的编辑的作业啊，我们在网页上面怎么去做编辑？那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只要会 Word，那其实整个编辑是一样的。再来呢，我们就提到了呃整个格式工具列啊，那这个也跟 Word 是非常相似的啊。那最后呢，我们做。 整个的呃文字的外观的格式的一些设定啊，那这一部分呢，其实跟 Word 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讲次里头呢，其实大家学起来应该是非常轻松的。就是说，你只要会使用 Word 呢，基本上来讲，呃，大概对于网页的编辑都没有问题。呃，可是这个大家注意到，早期我们在使用 HTML 语言的时候，必须要用 HTML 语言的语法来写，而不是这么简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画面啊，首先回到我们的桌面上面。 好，那我们开启啊、呃、，SharePoint Designer。好，我们打开来。啊，这个是我们每一次上课进来呢，请大家都要把这个 SharePoint Designer 打开来。然后呢，我们去调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网站啊。那我们之前都是使用这个网站啊。我们起开来。好，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里头呢，我们已经建构了非常多的网页跟其他的元件。好，那我们首先做首页的编辑好了啊。Default，我们点两下。 啊，我们可以开启这个网页，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网页里头，啊、呃，比如说我要对这个网页的内容啊，当然我们要对它编辑。一般来讲，除了就是文字啊，就是图片啊。那我们首先在这边，我们就是用文字的编辑给大家看。啊，在这个地方，呃，大家注意到我在这个段落上面啊，上面会有个 P。啊，在以往的。 呃，Word 或者说其他的软体上面，它并不会存在这个标签的符号啊。这边有个 P 啊，这边有个 P。那这个在我们 e x c e p o i n t Designer 上面呢，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符号。那我们在这个段落上面，呃，如果说我按一个 Enter 键的话，它会产生啊另外一个段落啊，会得到另外一个呃产，这是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这个段落是基本上是。 一个段落存在。那如果说我用其他的符号的话，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段落。好，那我们在这里头，在这个段落里头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文字，比如说我在这边输入一些文字。好，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地方把文字打上去，就跟我们在呃使用 Word 是完全一样啊，非常的方便啊。那 呃，也就是在这个段落里头，那这个段落的本身的内容，呃，按 Enter 跟按这个 Shift Enter 是不太一样的。呃，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的那个内容的这个符号叫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在我们的呃检示里头。好，对不起啊，我们在这个剪示里头拉下来，这个、工具列里头有一个叫做格式的工具列。好，我们点选它。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格式的工具列呢。 呃，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啊，我们把它拉上去放在上面，好，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叫做通用的工具列，其实跟格式的工具列是非常相似的啊。那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在格式工具列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如果要呈现它的呃呃这个点哈，我们往后移动啊。呃 这个是整个格式的工具列，我们要呈现它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在检视工具列里头，我们找到，啊、呃、一般的工具列，好，在一般的工具列里头，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是显示格式化的标记啊，显示格式化的标记，我们点选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标记，这个地方是一个呃，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分行的符号。 这个是一个分段的符号啊，如果分段的话，它这个 P 就会不同的段落。那如果是分行的话，它是在同一行，它会设定呃同一个格式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大家注意到，这是分行的符号，这是分段落的符号啊。这两个是呃，我们透过这个上面这个按钮啊，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实际上可以显示还有其他的呃内容啊。 呃，包括了除了段落标记啦、啊、分行符号、空格，那现在前面有这样子打勾的呢，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呃，呈现出来了啊，都有显示。那你可以把某些呃不想要显示的部分呢拿掉啊。这个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格式上面。那我们刚才用的这个是叫做一般的格式，呃，这个跟 Word 是非常相似的啊。那 Word 里头也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呃。 段落符号的标签，把它呈现出来。好，那这个是呃我们在使用这个基本上的编辑。呃，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呃，我们把这个符号这个标签呢，我们把它关起来。那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呃段落啊、呃，就是这个这个格式的这个这个工具列，在这个工具列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呃基本上我们给它的字的大小呢，它是呃。 内定字型就是十四点啊，PT 十四点，那也是第四的字，第四类的这个这个格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你可以是变成八，可以是十，可以是十二啊。那我们内定就是 middle 啊，就是所谓的 median 这个中间的十四啊。再来可以是大的啊。那我们如果变小的话，这个字就会缩小。这跟 Word 上面编辑是一模一样的啊。变大的话，它会增大啊。 好，那我们内定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那这个除了我们，呃，在这边选这个七种不同的字型之外啊，字型大小之外，我们自己也可以打。比如说我希望的字型是十六，那这里头没有，那我们就按十六，啊，我们自己打一下，可以按十六。好，那按 Enter，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固定大小的啊，固定大小的字。 那固定大小跟这个可变动大小有什么差异呢？因为如果说你选的是这些呃内定的七种不同的类型的时候，它会随着浏览器呢自动帮你调整。但是呢，你如果选定是十六的时候呢，它就是固定的十六啊，它就浏览器不管到哪里，它都是以十六的字这个 PT 来显示啊，这是中间的差差异性。好，这个是呃字的大小的选择。那字的大小选择完了之后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头呢安安装了非常多种字体，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在网页设计的时候呢，啊、呃，不是以我们现在设计的网页的内容为主，而是要以对方观看者他在电脑内部他有哪些字型，他才能呈现。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可能给他设计的是华康呃隶书体，可是呢，对方呢完全没有这种字体，那你。 虽然设计很漂亮，可是对方看到的也只能什么？星系名体啊，新系明体。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在设计网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啊，那一般 Windows 下面呢，大概是两种字体是最常见的，就是星系名体，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标楷体啊。当然有时候部分也有细名体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设计的过程中间要特别注意到啊，就是你设计的网页是要给别人看的。 那别人要有这样的字体，它才能呈现。如果别人没有，那我们是呃设计了半天，等于是白白浪费时间而已。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在网页上面设计的这个字型，那这个其实大家使用过 Word 会排版呢，应该都没有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只是给大家一种复习。那我们首先再来看，在这个网页设计上面呢，呃，我们在版面设计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呃，但是呢，有些地方呢，我们可能真的还是要呃撰写一些程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网页设计上面，下面有三个功能选项。 第一个是设计，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画面类似 Word 环境。再来就是分割好，我们点点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呃，上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网页的 HTML 的城市码，下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网页的刚才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往上，中间可以做调整，可以做这个呃自己看的这个呃分割的这个画面的大小。好，那。 这个这个设计的画面呢，基本上你游标停在哪里呢？啊，你游标，比如说我停在这个“欢迎光临美味的意大利面”，我点在这里的时候，它在上面的城市码的部分，它自然就会帮你停在这个你要设计的城市码的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是城市码。啊、呃，当然。 呃，我们出去学这个呃网页设计，我们其实不不需要太去了解这个 HTML 的语法，我们只要会像 Word 一样一般的设计就可以了啊。那至于说呃在更进阶里头，我们要插入一些元件啊，或者插入一些这种特效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到这个城市码的部分。所以这边只是让大家了解说，哎、欸，我在这个地方我点选在哪里，它这个地方就会把我这个呈现的。 啊，我我需要修改的部分的城市码的部分标示出来啊，这个是呃，它让我们编辑上是非常方便的。好，那这个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分割分割的话，就是城市码跟我的设计啊各占一半的画面。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的讲城市码啊，我们城市码点下去呢，就几乎就全都是什么看到都是我们的城市码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码里头啊，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分段了，然后拉的很长。 啊，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画面的设计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画面的设计啊。那这整个城市码的部分呢，包括了一些原件啊、导览列，通通都在这里头啊。所以这三个部分是我们最常用的啊。那比较呃一般的初学者呢，我们大概就是在设计的这个画面就可以了。好，那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在这个里头呢，比如说我们呃这个网页的。 呃，它的这个预设字形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在这里头呢，我们可以有各种字形。但是呢，这些字形设计完了以后，啊、呃，一般的浏览者呢，他的呃浏览器上没有装这些字形是看不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字形上面，呃，我们可能预设哪些字形啊？呃，我们可以从工具这边拉下来，工具里头有一个网页编辑器选项，好，我们点选它。 好，在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标签页。那这里头我们找到这个叫做预设字型，我们点选它。在这预设字型里头呢，呃，通常来讲啊，我们的网页的预设字型是这个啊，Unicode 啊，就是 UTF 八啊，这是我们预设字型。那这预设字型我们点选它之后呢，它在这个网页上面的呃预设字型的。 呃，字形的类别是什么？比如说这个 Unicode 八呢，它的呃比例的字形就是 t i m e New Roman 这个字，那它固定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呃这个 News 这个字啊、哦。那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的预设字形，那这个下面呢是显示城市码的字形的大小。好，这个是对我们整个的环境啊，环、哦、境的字形的设定啊。那我们按确定的时候，它就会呃把它储存起来。 但是呢，我们在设计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在设计这个网页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另外啊建立它的字形。好，那怎么做呢？当然就是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的任何地方点选，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网页内容的啊，网页内容的，我们点选它，好，它弹出来一样，有一个视窗出来，这上面有很多的 tag 的标签，我们其中看到叫语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 呃，这个地方有一个呃 HTML 编码的形式。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繁体中文 Big Five 啊、呃。那刚才我们设计的是整个网站你在使用上，那现在我们设计的是在这个网页上面我们要使用什么样的编码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使用所谓的 Big Five 的啊繁体中文的这个概念。 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特别注意到，一个是针对你整个的设计环境做设定，一个是针对你现在的网页的环境做设定。啊，那我们看这个是现在的网页环境，我们整体环境是改成这个呃 Unicode 八啊，但是这是现在的是这个网页。那也就是说，我们改成 Unicode 八的时候，呃呃呃，我新开一个网页的时候，它就是以那个啊 Unicode 的这个呃 UTF 八为基准。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网页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到，因为不同的编码呢，在使用上呢，会是呃很大的差异。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呃标签的这个部分。呃，我们在使用这些文字的设定的时候，那跟 Word 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要选取一段文字，我要拷贝、要移动啊，它跟 Word 是基本上的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对这个文字呢，我们可以呃 mark 起来。那我们选它的时候，就是点选着，然后按滑鼠移过去，就会呃这这个部分都被选取。或者我们可以用 shift 按键按下去，它就可以选一大块啊。这个跟 Word 是完全一样的。那或者呢，我们可以把游标，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游标移动到前面，哎，它就变成反箭头的符号。 那我点选它的时候，就是这整个段落都被我选到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c t r l A 啊来选选整个的所有的内容。那选到之后呢，当然我们就可以去拉动它啊，比如说我这样子啊，移到这上面来啊，它就会是呃、啊、移移上去，等于说就是做一个位移移动的动作。那如果说我要拷贝呢，那拷贝的话，基本上就是从编辑里头做什么复制，然后再做贴上。 对不对啊？先复制完，比如说我在这边按复制，然后呢，我在这边我再去什么按编辑里头做贴上啊，那就会变成两块。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在跟 Word 一样用所谓的拖拉的啊，用所谓按 Control 键的方式啊。比如说我在这边 Mark 起来之后啊，我这边 Mark 起来，然后呢，我只要什么按住 Control 键，我就可以把它拉到我想要的地方，它就变成大家可以看到这黄鼠旁边有个加号，对吧？ 就是我要做拷贝的动作啊，我放开来啊，就变成可以做拷贝。好，那这个这个编辑整个整个方式呢，跟呃 Word 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呃，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不用做太多介绍。也就是说，我在文字的编辑上是简单的啊，那我们也不用去考虑呃我的城市码是怎么撰写啊。那如果你要看城市码，当然就是我们从分割的画面来看到城市码。比如说我现在欢迎光临这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游标所停在的地方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字呢，呃，做更细致的啊、呃，这个、设定啊，到、呃、包括它的呃这些特殊的这种设定，啊、呃。那怎么做呢？就从格式这个地方拉下来啊、呃，我们可以从这边找到字形啊，大家可以看这边有个叫字形的，我点选它之后呢。 在这里头呢，我就可以做更细致的设定，哪些呢？除了刚才我们在字形上可以在工具列头找到之外，啊，这个也可以做斜体、粗体、斜体啊、呃粗斜体啊，这些都可以设定。那这是在原先工具列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都存在，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之前呃直接按它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头做详细的设定。那当然也可以改变它的字的大小啊，在这边啊，除了它的标准的是。 呃，十四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更大的字形等等。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颜色啊，在这边也可以改变颜色，我们可以换成不同种颜色啊。我们讲这是红色。那下面的部分呢，就是预览，可以让你看到你最后的变化的结果、呃。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这地方还有呃非常多种效果，总共呢它总共提供了大概有呃二十几种的这种效果。 可以让使用者来使用啊，包括你可以加底线，可以加删除线，删除线中间一条线，可以加顶线啊，这等等啊。当然这些东西呢，你都可以做复选的动作啊，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上标，也可以变成是一个下标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文字设定上的时候呢，可以使用的啊。那这些这么多种啊，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也就不做。 示范啊，因为这个在 Word 上面呢是完全相同的啊使用方式。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呃，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叫做字字源间距的啊，字源间距的。那我们点选它，那这里头呢可以把呃字源的间距呢放宽或者是缩小啊。那我们在这边呢是一般。那如果我要加宽的时候，我点选它，那旁边呢就会问你说，诶，我要加宽多少点啊？那我们可以把它。 放大，那可以看到下面它就会呈现把这个点，就是字源之间呢啊，把它放宽。那当然，呃，我们也可以除了这个字源的放宽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字啊，它的对位在哪里？一般来讲，我们的字啊就是在基线，就是大家都是以什么字的下缘为基准啊。那我们也可以调整说，诶、欸，我要是在什么呃上面或者上层文字，也就是说我上面对齐啊等等这些。 不同的设定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点选上层文字，然后呢，我们套用。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结果。好，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跟其他的文字呈现，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这个文字呢是偏在上层的。好，那在这个里头，呃，做了什么设定啊？通常来讲，我们如果说只是呃用这个画面来看，看不出来啊。你可以用所谓的分割来看。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点选它这个，这个的位置呢，就是现在在这里，啊，美味的意大利面就这样，它在这里头做了一些 style 的啊，就是我们它的不同的标签 CSS 标，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 CSS，它做了不同的标签的设定，然后呢，这个地方你的文字呢就会根据它的这个内容做改改变。好，那这个是我们对于文字的设定的功能，呃，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功能呢，基本上就是在格式里头啊，字形啊，我们看看这个字形这个地方啊，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效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接着再继续。 我们在这个章节里头谈论就是文字的设定，那当然后面的章节里头我们会谈论到图形的设定，所以在文字的设定上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跟 Word 是类似一样的。呃，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 Word 的一些呃，就是这些文字的一些格式。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画面，在这画面中间呢，基本上来讲，呃，这些的设定呢，呃，只要我们点选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工具列里头这个功能啊，比如说变粗啊，变斜啦。 啊、呃，加底线了、啊，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那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加加上所谓的醒目的标签啊，比如说变成黄色啊。大家注意到醒目的标签是指它的背景啊，当成醒目。那这些改了完了，改完了之后呢，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城市码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呢都被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呢，我们 mark 起来，这些东西它前面都被加了一些标签啊，都被加了一些标签。 也就是说，我们在 HTML，我们虽然在这上面看不出来，但是，呃，在这个整个的城市码里头都有做变化。好，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什么格式，呃，就是对这个格式里头的这个所谓的段落啊，那跟 Word 也是一样的，段落的符号啊，那我们也可以对段落的符号，呃，是靠左啊、字中啦、啊、靠右啦、啊、等等啊，那也可以对它做设定啊。那基本上来讲， 呃，就是比如说我们自中啊，这下面也是会产生预览的效果。什么叫做字中啊？那左边有缩排啊，或者是右边的缩排啊，这个都是可以跟 Word 操作上是完全一样的。好，那还有就是字源的间距，包括了前段的距离啦、后段的距离等等啊，这个几乎都是相同的。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讲是按确定啊，大家可以看这整个这个画面就是自中啊。好，那我们如果说。 在工具列上，我们直接就可以使用这样子来做啊，就是字中啊，呃，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大家在其实用 Word 应该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对于文字呢是必须要把它 mark 起来，然后我们要对它做点选，但是对段落呢，我们只要点选到某一个段落，我们就可以使用整个段落啊，比如说我这样字中啊，这个是靠右等等，那这个段落的部分我们不需要把它全部 mark 起来啊，那对于字要改的话，我们必须要 mark 好。 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对于段落的这些修改。那在这个格式里头呢，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设定它的呃项目符号标签啦，还有这设定它的网呃框线跟网底啦。这个呃使用上几乎都是跟 Word 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这个项目符号啊，那项目符号呢，我们可以给它使用所谓 C 呃 CSS。那 CSS 是什么呢？就是呃。 一些呃，我们称之为就是一些呃一些格式的一些设定啊，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讲次里头会跟大家提到啊，专门有一个讲词就提到 CSS，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给它是指定的图片，那也可以是一种编号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我们对这个段落，我们可以呃直接在工具列里头，我们点选它的编号啊，它就会产生一个编号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编号的部分。 那当然，你做一个 Enter 的时候，下一个编号它就会产生。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按 Enter 的时候，这个是另外一个段落。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个 P 啊，这个上面这个段落是另外一个 P。这是在呃我们在设计这个呃呃网页上面这个环这个环境里头特有的一些呃标签啊。那一般在 Word 上不会呈现这个标签，但是在这个地方会有呈现。你不同的段落的时候，它呈现的不同的标签。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换成，比如说我这两个，我要把它改换成它是一个项目符号。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都跟 Word 呢其实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那我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呢，呃，除了文字之外，那当然之后就是要用图片啊。那怎么把图片插入？我们在下面的讲词里头会提到。 好，最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正规的文字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插入一些特殊的文字。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按插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比如说我用符号啊，我点选符号。好，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符号。那呃，我们通常会采用这个 symbol 啊，找到这个 symbol。那这个 symbol 呢，呃，基本上就是呃，还有一些这个拉丁文啊。 这些的符号呢，我们可以拿来用啊。这些啊、呃、特殊的符号，比如说我需要用阿尔法啦、贝塔啦，那我就点选啊阿尔法，然后按插入。好，那插入完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地方就多出一个阿尔法啊，阿尔法，是不是这样啊？那当然我也可以选其他的。那我们在这个这些的呃字形这上面呢，我们最常用的除了这个 symbol 之外呢，也有用到这个下面这个以 W 开头的啊，叫做。 呃，web w e b 顶的这个字好，那我们点选它，点选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字型符号，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使用，因为这个大部分在所有的机器上都有装。比如说，哎，我要一个心形符号，我点选它，按插入，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会产生心形的符号。好，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在网页上使用的一些呃，就是跟编辑的动作跟一般的 Word 是一样的。 好，那在 Word 上面也可以做这样编辑。那编辑完了之后呢？当然我们要看一下成果啊。他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个讲次里头，我们点选它，我们可以去找到呃我们想要浏览的工具，比如说我们基本的 HTML 来浏览，这是基本的 HTML 来了浏览，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 Apple 的 Safari 来浏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样，对不对？啊，都有。再来呢？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 IE 来浏览啊，都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样？好，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设计完了之后啊，你必须要用一个浏览器来观看。好，那我们在这个讲次里头，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论啊、呃，这个这个结这个这个讲次的结论，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呃整个的这个网页的检视模式。那我们这个地方检视模式总共有三块，一个是设计。 分割还有城市嘛，一般来讲，我们用设计模式对大家初学者来讲是呃非常足够了。那如果是你呃要写一些特殊的原件或者特殊的语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分割模式。那另外呢，在这个讲座里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熟悉整个网网页中间文字的编辑。那这个网页的文字的编辑呢，呃，如果大家会用 Word 呢，基本上也都不是问题啊。所以呃。 我们在这个讲次头是非常的简单的。那我们在这个讲次头，呃，也希望大家多去练习一下，啊、呃，就是有关于文字的编辑的部分，啊，那当然，你如果说需要进阶的话，要去学 HTML，也可以利用这个，呃，在这个编辑模式中间去看那些，呃，HTML 的语法，啊，那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就学会说啊，我用这样子的效果会得到什么样的语法，啊，这个这个部分呢，呃，可以大家自己去。 呃，去去练习一下，试试试验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次呢，就到这边。我们谢谢大家观看，谢谢。